笔手工爱心花边挂饰教程。接着上一节，左边编一个斜卷结。右边也编一个斜卷结。然后取下来拧二股辫。然后打个单结。串上小米珠。再打个单结。剪去线头稍粘好。剪去后面的两根线稍粘好。在绳头的地方也打个单结。扣眼和扣子就做好了。拿出刚刚剪去的线头做流苏。弄整齐后对折绑在下面。打死结。再拿另一根线绕线。绕个四至五圈就好。整理一下剪去线头。并把流苏线剪整齐。